明天见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我约在西边的一号门，结果跑到东边去了。反正一楼这边的门口都还蛮清楚的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东西南北的哪一边，所以我们就只要走到台北车站的另一头就可以到了。西一门到了，我们充满了 GoPro， 一坨大学生从台北车站出发。然后前往下一站。哇！提前毕业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对，前面来啊，我来啊。开开开开。你看，摄影师比拍摄的人还要多，全部都是摄影师。对啊。这么嗨。我们到了芙蓉海边，结果那个芙蓉海水浴场它在维修那个桥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当然我们到了芙蓉海边的旁边，也有海，也有沙滩可以走。摄影师的精髓在哪？所以我们就在海边自由活动，到处乱拍照片。OK， 我们来到了一个超级大的民宿，然后你看我们身后有三张大床，然后一个人睡一张大床，超级爽。然后我们继续带大家看看，超多房间。哎，看看达芬奇上字幕会不会很难？哎，不会，超大民宿，还有猫咪，超大，超大，真的是超大，大到炸开来，真的。啊！哇塞，这个灯光不用不用赞哦，超棒的。采购时间，小姑姑跟大姑姑三个巨小吃小白菜。一起来，一个是，这有。等一下，我快不行了，干！白痴哦！干！被遗忘就算了，他妈拉出来！没有，我觉得这好像是第二次，他已经把蜡烛拉过来了，他还是吹不掉。骚啊！8:03，我猜大家都还没起床，我们下去看看，因为我知道有早餐。没有半个人起床。一间屋啊，下礼拜天就飞去上海，希望我可以。因为现在他们就是疫情，然后就有五个人确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飞过去，但回不来吧？不是吧？是飞不过去吧？是飞不过去，可能吧。是这样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飞出去，然后就期待我的半年旅行啦。停了，来拍了。开心了两天一夜，拍拍照，行程结束。